那还有我跟这个市议帮我们五位，就是分区的立委跟不分区的立委，共同在立法院康远前面举办2016彰化这个羊肉节。那彰化羊肉节呢，希望就是能够推广我们彰化这出名的溪谷的羊肉，同时呢，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这个10月23号彰化羊肉节的时候，大家集呢这个彰化的肉品市场公司，他们提供了一个伴手礼，就是彰化的优质的肉品所制作的肉松。那希望由我们这五位立委的这个办公室呢，大家能够去把它分送，所以在这里有所谓的伴手礼的一个分送，那就是把这些这个彰化县长以及呢这个彰化市肉品市场公司他们所谓的每一位立委准备的一份伴手礼，希望说讲贺道谢口，那这些立委呢吃了以后能够帮忙大家宣传10月23号到彰化去参加彰化的羊肉节。所以呢，我们只是帮忙代送，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礼品上面有很清楚的这个彰化这个惠民谷还有这个所谓肉品公司的这个名片在那里写赠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几位的委员呢，就贴上我们的名片，因为大家有一个分了楼层的这样的一个分工，所以我们只是一个代送。所以呢，不要呢这个过度的解读，然后呢把它这个荆州当汴梁呢，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随便的这个去歪曲去扭曲，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特此澄清。而且这个在我们昨天的第一个时间，我已经在脸书上已经把这个整个一个事实以及这些照片呢全部铺在脸书上，那也希望再跟大家呢说明清楚，谢谢。